国有妻子的诱惑，中国有后宫甄嬛传。是您亲手杀了的？是朕错。俗话说借古渣男和真的太可笑。红颜祸首不同嘛。世界这么大，嗯，总是有个令你心痛的男人。今天就来说一些处罚渣男小三的故事吧。你爱我吗？你也爱我，是吧？让我们欢迎暗黑真司机复仇女神已上线。我不是被挑拨这一次，所以我要让大家看看司机复仇记 Chapter 1，看你能演多久。啊，你来那不先搞碰一下，我跳钢呀。啊，要给你一个惊喜啊。你嫁过丹姐，给我你想爱吃牛肉。你哪会看起那么紧张啊？啊，无啊，我哪有紧张？明天演戏，我都不一定演。看恁个人当安怎配合。Chapter 2，避免双方给压力。文珍，遐尔照顾阮翁，我是讲伫个公司啦，只是有当时你足不应该。我讲，你常常爱伊加班，你是不是真正伫外口偷食？啊，那无，我看你拄只拢无啥物财款。无啦，我那有，我无食啦。Chapter 3，他们进山打小三。来啦！刘嘉瑶，相公你也能当汪草嫂，把我钱拿来，把这个东西，你卡过的东西，你等着，等待你回来，回来我们的钱。我没来得过啥。刘嘉瑶，妻子复仇，未完待续。想看到更多思思复仇记吗？每晚8点准时收看。多情城市欢迎您。